地方可以再便宜。伤患和遗体不断被送到医院，有人痛哭，有人怒吼。十号傍晚，以色列军方为了报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猛烈空袭加萨走廊，击毙哈马斯一名高级指挥官，却也夺走多条无辜性命。أطفال بعمر 8 شهور استشهدوا أحمد عريس عمره 24 سنة بعد العيد بخمس أيام عرسه إيش ذنبهم الأطفال بنات 7 سنين و 8 سنين و 9 سنين بنات استشهدين إيش ذنبهم قاعدين على باب البيت بنستنى لدين يأذن 从9号傍晚到10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火箭炮大部分瞄准南部边境地区但有几枚直冲北部约100公里的耶路撒冷飞去防空警报在圣城响起警方赶紧驱散民众去避难一枚火箭炮没被拦截落在耶路撒冷西部郊区造成一间房子轻微受损附近草丛起火是2014年以来耶路撒冷首次遭攻击哈马斯这次会锁定圣城是因为不满以色列最近在当地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东耶路撒冷旧城区长期存在主权纠纷以色列最高法院原定日前就一起强制巴勒斯坦人迁离的案件作出判决但巴勒斯坦人趁着斋戒月礼拜集会表达抗议以色列警察出动橡胶子弹闪光弹催泪弹等镇压双方七号起连日爆发冲突十号又有数百人受伤 This is my...My country, and it's closed. Oh, it's crazy. 十号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以色列大使馆外，也有几千人示威声援巴勒斯坦，呼吁政府撕毁约以和平条约。以巴紧张情势不断升温，美国和欧盟都表达关切，并呼吁双方克制。民事新闻综合报道。